嗨，大家好。平时人经常打个潮汕话，有的时候爱写作字，想来想去，唔知当爱怎尼写，写字个字。通常人统一个话拢是写同音字去推题，甲过一撮人同会懂，一撮人也同了讲过嘴嘛，啊。比如当人经常爱用到个是当绕咪街绕咪街，绕在人，绕在潮，绕字怎尼写呢？绕字是几个字啊？绕哪个拢好写？这个绕啊，这个囊。接着个呢，囊落单调上去代表个囊，囊这个囊也经常用，常用字个。这个囊调怎尼写呢？囊字实际就是几个字，徛南关于这个囊。好多人爱写作囊，伊当食梅皮囊，这个囊叫做南阔个囊，南关个囊。一般形容这个囊喜欢做一件事，或者呾喜欢食什么食物啊。比如讲，一个人好硬咪个，好硬做呢，哎，遐一个硬，人写做咪个呢？好多人唔知哪种嚟写，实际上这个硬就是这个字，平字卡来对个五字。人今日呢就学了肉、硬、硬这三个字，我就先打落去记掉袂呢。